我们可以利用这套仪器找出活鼠会不会产生二氧化碳。装置仪器时，记住用凡士林封好中型罩和玻璃板之间的罅隙。装置仪器后，先不要启动抽气泵，记录锥形瓶内溶液的颜色。启动抽气泵，让空气在仪器入面流动30分钟。观察锥形瓶内溶液的颜色变化，用表格的形式将结果记录下。